吃。就是不吃了，太费劲。牛骨髓好像没事了。哇！好香啊！真的再来一个，来看看，带不带劲？
双击，再来一个吧，再来一个。真香。超大一块。这里面都是那种碎碎的骨头，细细的，挖都挖不出来，挖不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福建泉州晋江的小鸭，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